来，你要两份，你要两份。两位柜姐开二分哦。嗯。这会吗？要放在一起吗？半截半截一起的，再来柜啊，再来三 D 啊，你凑着。还不够啊，再来不够啊。快啊！我鱼皮，我下早搁六块鱼皮，你搞起做啊？我鱼皮的，鱼皮的。400，还400块？400块。来，来，加钱。对。两三。过来，来，来，四百。哎，阿伯来，来，来，三，三十。来，这边阿伯过去。李明正早。三十，来，来，小李。小李。来一份哦，来一份，没了，有，有，还有这边。400的，450人来不？这两百，两百，来，两百。哎呀，阿伯先过先，我先。你头前过只一包垃圾哦，带去头前。阿伯过只，来咯。十，八，你喜欢秋饼不喜欢小饼？哎，你回来哦。啊，螃蟹哦。对，小饼跟小饼不同哦。哎，这地心倒立，然后各一份哦。加油，皮姐哦。当心难着。礼拜三的比较漂亮的是小饼，礼拜六比较身材比较好的是小饼哦。哎，你先开。一星开，站起，站起，来。八，八，八，阿弟啊，来这边，这边。来。这边还有一包哦，拿给他啊。来，共姐。来，过来，我们吃小碗包的啦。哇，来。中秋没着。八，十，还这边个几？有两份。那边，一份？一份。八，十，十。这零九。你收起来啊！我是我叫。啊，我叫。十。国语还没。八，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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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找早餐，要找300嘛哈。我现在问鸡，找300。走，上个口吧。你还没问鸡啊？来，还买1000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。我的。今天的人气，因为今天有放假啦，大家比较有时间来带完小孩去上学就可以过来。哎，我这个买几包？三包。三包哦，这个种三包。各一包。要四种口味啊，还是四种拢买一个？好啊哦。人参糯米，人参五谷。啊，不是同款一千啊，你买一千买无啊？八百。还有四种口味啊！啊，你甲一只两百，你看你要对种啊？四种口味啊！你无爱食鸡啊？你食落起飞的，真好吃啊！鸡啊，我爱啊！每个都超好吃哦！啊，无这先来，这200块有人爱无？一只200。来啊！台湾连3天队。过来，过来。
个人也卖两百块。哦，这鸡啊，这是两百块。规只拢平2.2公斤，这只两百块，有人啊200块，两百拢换200块。我换另外一种，再换第二种。啊，无这人参乌骨鸡啊，两百块，边啊？边啊？人参糯米很好吃哦，那个人参糯米鸡哈，人参乌骨鸡冷大锅，这一包有一个人参糯米鸡哈，人参乌骨鸡冷大锅，冷大锅，规只拢给有餐厅，有餐厅用这一包，冷大锅，整只弄成一个锅，用一个砂锅，卖你500块，卖你500块，韩式餐厅。韩式餐厅卖你这一包，上桌卖你500块。哎呀，我准备也要给，一模一样的口味哦。准备吃上这拍笑话，吃啊准。很好吃哦。餐厅有啊。餐厅有。一模一样啊。餐厅1500。一只500哦，我上200还唔好，还200，喂啊200块，人生。感谢你，哎呀，谢谢。个人要来200块，鸡啊，你是吃200块好吃，还得规只鸡200块，200块唔是放假，你内底唔是放假咧，你鸡啊你。啊，谢谢，啊，想要食鸡200块。包。哎，问小问到点子啊？算计的啊。啊，卷早。哎，无啊，这无你一箱尔来200块，200块嘞，你有啊黄金鸡啊？你食落，你到变黄金的鸡，还200块，200。好。我花钱啊，无人要买，换我出来一只锅啦。像仔。哈哈哈！仔。哎呀，我来给我食啥啦？老板，我要那四盒。来了，会发。啊。可以的。好啦，不跟可以。这里还没找钱。哎，你要找多少？这边要找800哦。这还有一个字，先给我掏回去啊。哎，我要两包。先给我掏回，还有一个字啊。哎，哎，我来，阿伯。谢谢。佛罗伦斯找。你要找多少的？这边比较贵啊，这。那鸡卖八，卖200啊。那可以签啊。哎，爱住的。哎，那边还有一个哦。干嘛？那多先给我们的包。像。这边。好。走。还是秋饼没来到位。没啦，秋饼姐爱上班啦。秋饼爱上班啦。今天放假了，放假了。叫伊进门，你遐坐。这样。小平，小平讲邻居，啊，恁爸爸，啊，恁爸爸做伙地方了。我唔知啦，我。叫伊卖地方坐。我是真无到。叫小平卖地方坐啦。这姐200块。在江面花招。这姐200块。哎，不要，我好吃的。俊平早，水瓶座早，林志雄早安。他说可以留时间吗？哦，日本7连假哦，有点危险哦。来，螃蟹蟹，等起规只拢死了，规只拢。那爸爸又乱喝酒。这个减租给大家几千，超过150块啊！这拢来现在300块，200块，螃蟹200块来，多来200块。大家，螃蟹有人来不？200块，阿伯来，来多来。哎，200块来，200块，还可以来多来。黄金周7天就等于台湾的年假了，来，小心哦、喔。两块五。七
七天。螃蟹200块。昏倒。我现在最讨厌廉价了。你看还要给倒落去，你根本怎么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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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螃蟹跟两百块有啊，1000块是最浅的哦。螃蟹两百块，两百拢有啊，200块，200块钱拢有啊，谢谢，感谢。他又乱喝酒，没办法。龟头人来个，过300块、300块龟头，这一龟头啊，大了了，大了了。300块。最近疫情又开始往上飙了。300块下来。我等下要帮伊后壁迄花。来，你走，200块收来5斤的，一斤我人咧千百一二块啦，批发价有加批发价一斤，就一斤来80啊。你上届上少一包来偌济啊？200块，一斤80啦，你到5斤，当下开400，开300块就无地位啊，200出来。200块，
250里啊，里啊我拢有啊，拢有我收啊。来，谢谢。我帮你，我帮我标画鲑鱼啦。鲑鱼。你看。你鱼啊，唔见搞，要我切啦。我买很多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鲑鱼死。哈哈哈哈哈。没有了。你说这个吗？对，有啊。你要吗？我要。250。好。你要几包？一包就好了啦，一包就吃很久了，开玩笑。五斤呢、欸？每餐吃鱼丸，再吃一个月。他刚刚我等一下、喔，这一包。装的没有。刚不是还有四盒？被拿走了。最后一，在最后大概五分钟前被拿走。来，等一下找你50哦。没有啊，这边有2个50。来，叫2个50杯啦，阿另外。有他去换了。啊，叫我2个50杯，你跟另外一张一百。来。啊，都要先来找诶。加一个50。来。不会。你无讲，安尼恁讲完啦吼。哎呀，500，哎，500，哎，500块。来，佳姐啊。哎，500。等等呀。来。500人。来。来。1200。1200。来，大力。买两个月买一只千里耶。这只好肥 ，Samus 你好，森森好，鲑鱼，秋品好像很喜欢鲑鱼耶，秋品很喜欢鲑鱼哈，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哈？你下次去找秋品就带一只鲑鱼给他，懂吗？懂吗？不好，生意不好。你们没有看到吗？秋饼刚才一直喊，他鲑鱼喊了3次，可见他多喜欢鲑鱼。一个是鲑鱼大师。大概人家在。今天再个少吧，刚有。减一收。哦，减一收尔，今天再个少啊吼。这个手漏掉啊！你是怎啊你？噔噔噔！切鲑鱼，切鲑鱼，我看一下。
这个是 Xu Chu Wen， 你好，小溪你好，漂亮小雨，小姐多喜欢鲑鱼。